表演不允许留遗憾。上了舞台，他们就是非常优秀的专业舞蹈演员。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一直在突破。现场的圣火熄灭，我们心中的圣火依然在绽放，依然在燃烧。冬残奥的开幕式、闭幕式，唯一的一段纯男子的表演，就靠你们在座每个男人去完成。强健同行，咱们一起把这个节目完成精彩。到上台那一刻，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悬的，因为最后我们整个导演组是帮不了忙，只能靠我们最后的演员、我们的灯光、我们的视频去呈现我们心中最美好的那一刻。九十一二，我个人舞蹈爱可爱，我这是功课器，大可爱，还有个外科。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特别要追求这方面，不是专业，我就更想要让他们好。表演的时候不允许留遗憾。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严格，这个才是我们舞蹈应该有的一个标准。软了，大拇指抠进去，还翘出来了。你搞了一起没有盖的，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大概了，抠进一个。九十一擦，碰擦，碰擦，碰擦，做错了，他们可以不停地练。打比方，我说啊，今天可以休息了，现在大家休息十分钟。我看到的是两个残疾人团队在不停的还在练习，有些发力、呼吸他们都不懂，但是有时候我们说了，他们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扭伤啊、摔伤，这些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为了冬奥会，我们必须要积极完成动作，有形象，有力度。每天量这么大，每天排练的时候的状态依然保持这么高昂，依然这么热情。一旦大家上了舞台，他们就是非常优秀的专业舞蹈演员。他们像海绵一样，怎么挤我感觉挤不到头。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你永远想不到他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一直在突破，一直在突破。我们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一点不比我们差，某些方面比我们还强。你真的是想象不到他们可以把一个节目最终能展现到一个什么程度。看着我们中国要国民看爱跟中亚这个国民看的像我国家国外看的看的垃圾机。现场的圣火熄灭，我们所有健全人跟我们所有残疾人心中的圣火依然在绽放，依然在燃烧。